沈小姐，宝宝很健康，不过你的身体很虚弱，还是建议你最好住院等待预产期。宝贝，妈妈这次一定会好好保护好你的。严正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。严正，病人情况危急，霍先生，请尽快找到适配的脐带血，不然江小姐很可能劳苦今晚。一定病人需要你肚子里孩子的脐带血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们孩子的命就比不上江岩吗？根本就不会提妍妍，如果不是为了救妍妍，我根本就不会让你肚子里的孩子流心脏。死过，所以是时间不对。还是我不值得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我觉得你最好是要死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肚子里小爷准早就死了。江岩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不能死。我到那看看，咱俩谁先死。放手。好了，对不起。你要保护自己。和我告别吧。月儿，儿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汉城。是你，你先来接我。孩子，你没保住。不可能，你把他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儿子。周女士，你不是说可以平平安安生下来的吗？手术是意外。意外？你是就想让他出事吗？愿意和阿伦一个江伦的女儿，别扯到妍妍身上。小黄，是这个坏孩子不好。他也是你的孩子，那你说出这个胡话，是不是？我不想看。沈小姐，请你不要再怪燕州了，都是因为我的病，你的孩子才会死的。可是我实在太难受了。我刚才只是心疼你。闭嘴！小燕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们是真的没有想过害死你的孩子。我让你闭嘴！我让你闭嘴！沈林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这些杀人凶手，我让你们给我的孩子偿命。院长，沈小姐刚失去了孩子，难免情绪会激动，不如让我们先劝劝她，顺便消除一下她对我的误会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有什么事，院长？沈林啊，沈林，你可真是够蠢！我都已经弄死你第一个孩子了，你居然还不长记性，又怀疑。就是啊，第一个孩子也是你孩子。是的，我看你的孩子从你的身体流出，你可能在血水。那个场面太好看了。那是对的。为什么？谁让你挡了我的路，占了我的位置？你和你的小姨都该死。这次算你好运，留你就留剑云。如果你再不离开燕州的话，下一次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哼，还死我两个。燕州，你敢偷命！燕州，快救我！别人，沈家，如果燕燕今天出了什么意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放过我？谁会放过我？颤抖的手，借我发停止，我发。
你给你收回去，老子也弄死他！霍先生，江小姐脖子上的伤恐怕还需要进行二次手术。知道了。燕州，你不要怪沈小姐，都是因为我，沈小姐才失去了孩子。别提他了，如果不是他，你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 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嗯，善莲，爷爷好心劝到你不离奇也就算了，你还害他连再次濒危，那不正好吗？让他下去给我的孩子赔罪。你，好好善莲，早算是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真让我感到恶心。恶心？多恶心啊！我比他上下严重。 他亲口告诉我是他害死了我们的两个宝宝，是他害死了我们的两个宝宝，是因为孩子挡了他的路，让他没有办法嫁进霍家。可是两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，他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沈丽，我发现你不光恶毒，你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说谎精。当年的事，我都已经查证过了，是你和医生串通好了来骗我娶你。 现在又想用孩子的事情来诬陷爷爷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霍延州，两个孩子还没有办法让你看清江衍的真面目吗？闭嘴！你再敢说爷爷一句不是，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霍延州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当年可是你求着让我娶你的，你应该妄想用离婚来减轻自己的罪业。走。 你去给爷爷道歉。爷爷道歉。叶哥，你没事，我的沈小姐，都怪我身体弱，我让你为我担心。小爷，你别这么严重。你要是真这么虚弱的话，那干脆去死好了。谁给你的孩子？ 诅咒爷爷，我是越过越大，你都没有这样看过我，你甚至跟江爷爷结下了，你们就没有一点点愧疚？沈小姐。 这孩子的死是个意外，是不是我真的死了？开心吗？什么？只有你死了，我才会开心。善莲，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我道歉。 劝你最好别再耍什么花样。放心吧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不该迁怒江爷。江爷事情那么长，还不如送你一程，把你寄给我的孩子陪葬。疯了！不如送你一程，把你寄给我的孩子陪葬。沈凌，疯了。 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想活，你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随意践踏，将我们的孩子当成讨好江爷的牺牲品。 为你丢掉了半条命，就当做我太麻烦，不配让自己受伤，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。沈凌，沈小姐吗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丈夫。不可能吧？
你要是她丈夫，你怎么会知道她已经死了？时光横流中，这份爱都留下遗憾，笑着消散掉。怎么可能会死？是不是又在耍什么花样？接着你冷静点，是你是重要。姐姐，也许还会遇到你，写下相思的诺言。我怎么可能死呢？哇，印象来了。你有钱又有颜，羡慕的是你吧。燕州，那个人的背影好像是沈小姐。你说什么？她已经死了。我够了，进去。燕州，霍总，今天可是我大伯的生日宴，你在这里是三五四楼。不是你也太看不起我们顾家了吧？顾少，我是燕州的未婚妻。我听说霍总刚死了吗？怎么这么迫不及待去带秦月出来找杨博士？也不怕别人说你心眼苦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沈黎，沈黎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，我没死？你失望，你误会了。看到你没事，我和燕州都很安心。只是你明明已经没事了，却不回霍家，难道是因为这个男人吗？你装的不累吗？我回了霍家，谁给你腾位置？去哪儿？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沈小姐，你不要再生燕州的气了。你是燕州的妻子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别的男人卿卿我我，你把燕州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你们两个可真是可笑。他霍燕州当时带着你招摇过市的时候，有把我当成妻子吗？怎么？他霍燕征做的，我就做不对。沈凌，你就是因为和这个狗男人，所以才假死的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自己骗自己，装什么手？不行，不行。沈小姐，你这个样子，你说他和顾世太子也这么好，会不会利用他来报复你？区区皇上，沈凌，你当我霍家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就算是死，也只能死在我霍家。霍家，沈小姐，你是离了男人就活不了了。这句话应该我送给你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还没有被扶正。你这个出来外的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的是畜生。沈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抢燕州的。沈凌，我们干什么？燕州，我只是过来找沈小姐，希望她能原谅你。但是她一见我就打我。沈凌，你不知道爷爷身体很弱吗？你也敢对他动手？他既然这么难受，那不如去死好了，死了就别惹事。沈小姐，你就那么恨我吗？恨不得我去死吗？是啊，墓地我都给你选好，就等你躺进去了。沈凌，你今天要是还想走出这个宴会厅，就赶紧给妍妍道歉。看谁这么嚣张，有我顾家的人。霍总，
你在我顾家的宴席上欺负我顾家，瞧不起我顾家。什么叫你顾家的人？你们俩什么关系？顾家轮不到霍总做客的事。如果你守不了我顾家的规矩，请你离开。老板爷，从今天起，爸爸要把你接到所有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，爸爸都会保护你。各位，今天借着我顾某人五十大寿的日子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先前在酒店门口跟顾氏太子爷站在一起的是这个女人吗？对呀，我刚才也看见顾老摸这个女人的脸，看态度也不像是对待侄媳妇的态度啊。天，这女的得多有手段，不但一次性搞定顾家叔侄两人，还能让她一个情妇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助人营。看来我们猜错了，她选择的不是顾慈，而是顾老。沈凌，你真是精。然而不服老不行，以后海城将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。沈黎是我从斯坦福挖掘出来的人才，从今天开始，他将担任我顾氏的 CEO， 带我处理顾氏一切的事务。各位，我初来乍到，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沈小姐真是厉害，也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，让顾老这么相信她，该不会是你们想的那样吧？别说了，燕州，对不起，我只是瞎说的，说不定沈小姐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呢。顾爷，上菜，大家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啊！哼，干什么？换肉，都是一个不值得，导致我儿子明天交医药费，活生生的疼死。今天我也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你恨的是霍燕州，你抓无辜的人干什么？赶紧放了小弟！无辜？他是霍燕州的老婆，该死！你抓错人了。霍燕州他爱的根本就不是小弟，再活的是贱人。燕州，现在快把他放开！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手里那个女人，不信的话。你大可以试一试。霍延州，说的还他妈是人话吗？动手吧。霍延州，你还真是绝情。看，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霍延州还在胡找别的女人，真替你悲哀。不过，今天我也不能放过你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眼瞎吧。不要，沈黎。霍延州，如果小丽有私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和沈黎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顾先生，这件事也怪不得燕州啊，我们谁都不想的。再说了，沈小姐是燕州的妻子，怎么顾先生比燕州还关心她？你闭嘴！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，有什么资格和我讲话？燕州，不是，你未免也太嚣张了。你和沈黎之间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还敢在这儿来找寻？放屁！小黎她是我的。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他丈夫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病人抢救成功，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后续还要住院观察。你们谁跟我一起办一张住院手续？我去。走。是，为什么你一出现就抓走燕州所有的注意力？你好点了吗？我沈小姐和顾少的感情可真好，顾少忙前忙后的照顾你，燕州都轻松了好多呢。原来你还知道我们霍燕州是合法夫妻，毕竟你们两个就差在我面前上床。沈小姐，我没有，你误会我了。妍妍的心思可比你干净多了，不像你只会利用身体上位。霍燕州真让我觉得恶心，你自己出轨还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，我一分一秒都不想看到。马上走！还敢跟我提离婚？是啊，既然你这么爱江言，
那怎么舍得他被这小三骂呢？我跟你离了婚，正好陈君明这对口音也知道了。沈丽，你别找他当借口。你想离婚，我这就是为了这个叶男人。沈丽，你别生气。为了这种人不值得。医生说了，你情愿写个复议回答。离婚你想都别想，我霍彦州的字典里只有丧，没有离婚。就算死，也只能是过着的。沈小姐，你剖腹产不足一个月，身体没保养好，前不久还伤了后背，后面一定要注意保养，否则的话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讨厌。怎么了？让我摸摸还不行吗？这不能摸摸。江岩跟这个医生，霍彦州，没想到吧？江岩竟然逼着你做这种事，这应该就是报应吧？沈黎，沈黎看到我们在一起，他要是告诉霍彦州的话，我就完了。怕什么？我来解决他。沈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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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妍妍姐被人注射了不明液体，情况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但现在医院血库紧张，去其他医院调也来不及了。沈林，可不可以？万州，你又要为了江岩抽我的血是吗？他江岩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爷爷呢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他江岩是血过多会死。沈林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抽你一点血而已，凭什么不同意？更何况妍妍姐的病都是你害的，她就算抽干你的血，你也得认。好，走，赶紧脱鞋。住手！怪不得，只要还有顾思在，你永远别想伤害小黎。小黎，你在里面安心检查，回去给你买零食吃，行吗？我不打了。我要看医生。你以为你疼得了吗？到底是谁？愿你命。啊啊！再说那个贱人！小林，小林，小林。小黎，你醒了。哥，有人要杀我。别怕，别怕，都是哥的错。以后哥一直守着你，好吗？接二连三的出事，你江岩脱不了干系。那天我看到他跟那个医生举止暧昧，不像是普通的病患关系。哥，你去查一下江岩在医院的人际关系，越快越好。你怀疑他和医院人有勾结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再休息一会儿，外面都是哥哥的人，
我再也不会让霍元洲的小三和那个医生伤害你。不让你说就。站住！沈黎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居然还能睡得着？别以为外面那些人拦得住你，既然伤害了爷爷，就要做好承担伤害他后果的准备。燕州，爷爷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身体都还没有痊愈，应该好好休息啊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担心沈小姐会做什么事。江野，真能装啊！沈小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就这么恨我吗？一定非要我死吗？是啊，做梦都巴不得你死。沈林，你够了！你的凶手还敢这么嚣张？如果不是妍妍跟我说让我放你，你觉得你还能安心躺在这里睡觉吗？怎么，江野又是我害的？昨天给妍妍做手术的医生都已经说了，说是你给了他一大笔钱。霍彦征，你可真是蠢，那个医生说什么你都信？那他就不可能是被人买通来陷害我吗？照你的逻辑，我还说绑架我的人就是江岩长。沈小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看在燕州的面子上，你做错了事情我不会怪你的。沈林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卡上突然多出的50万就是从你账户里走的。沈小姐，你不要再和燕州闹了，他为了我的病四处奔波已经够累了，究竟是不是你害的我已经不重要了。经过了这一次病危，医生说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签了这一份献血协议，我会给你5亿。是我太傻，何彦昭，你这是想让我死啊？是你自己做错了事，要你5年的血不过一个月2次，当我是抽不干的血库？你多吃点补血的不就补回来了吗？何彦昭，你真是个大傻。你为了这个小三儿要抽干妻子的血，还2次害死自己的孩子。沈林，你不要闹了，是你自己害了爷爷，补偿他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还要给你5亿，你也就不用再出来申请。霍彦州，真是个混蛋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凭什么就断定我出这个申请？给我滚出去！沈小姐，你要是生气的话，你就打我好了。那就不要再为难沈小姐，比起我的安危，我很想让你好好。爷爷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沈林，你知道协议不签的后果？何彦州，你要是再逼我出血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沈林，你现在敢这么嚣张，无非就是顾家的支持。我倒是要看看，没了顾家，嚣张个什么？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，看谁毁了谁。那个心机女太坏了，竟然敢打我哥！严谨，你想想有什么法子可以整她？我要替我哥把那口恶气出了。沈小姐确实很优秀，也很会讨男人喜欢。不过，她私生活这么混乱，传出去不太好。妍妍姐，我已经安排了袁凯去挖沈林，特地打听过。我们那儿女人特别厉害，我一定替你好好教训沈林。你在说什么话？沈林，沈仙大人在哪？哥，你停我了，快松手！我告诉你，黄安，如果沈林出了什么意外，就算你是个亲妹妹，我一样不会放你。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活该！到底在哪儿？说啊！
说！哎呀，沈总真是貌美如花呀！就是不知道这床上功夫怎么样。你要是敢动我，顾深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要不是霍氏收养我晚年，我也没那个胆子啊。你是说霍延昭？不然呢？霍延昭，你为了让我给江岩献血，竟然使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我恨你。住手！谁呀？沈林，霍总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错。求你放过我们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想再害沈姐。万长，你真恶心！你竟然让人做出这种事儿。我霍延昭没这么废物，先用这样的事情来逼迫一个女人。你别撒谎了！你为了江岩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够了！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江岩养的一条狗。够了！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你要是不想今天的事重演，就把那个心结给解了。霍延昭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那你这一辈子也休想出这个房间。我要回顾家。算不上非法囚禁，你别忘了，咱们俩没离婚的。这最多算是用特殊手段挽留妻子。那就离婚。我一分一秒都不想跟你待在一起。离婚就放任你嫁进顾家？想都别想。霍延昭，你混蛋！不安安，你保险柜里镯子去哪儿？沈小姐丢了什么东西？这么着急？是重要的人送的。沈凌，啥事？你镯子掉了。给我闭嘴！关安，我问过佣人，他们说只有你见过这个东西。没这种东西。大哥，救我！沈凌，你干什么？你快放开安安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镯子安安怎么了？说不是就不是，谁稀罕你那什么翡翠破镯子？那种东西丢给狗，狗都不会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个翡翠？笨蛋，你找人强暴我，林妹妹偷我东西，你们可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霍安安，你给我实话实说。镯子到底藏哪儿了？我卖到国外去了。霍延昭，你给自己戴绿帽子，你妹妹霍安安偷我镯子，你们一家子都是病态。沈丽，你可真不要脸，燕昭都已经不要你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以为这里是我想回来的吗？倒是你，江爷，没名没分的跟霍延昭这么多，不然他是太不爱你。但是燕昭会为了我抽干你的血，活生生的哭出你的孩子，真恶毒！我饿了，我再饿，燕昭还不是爱我爱的不可？他的心可不在我这儿呢。我不要的东西，你要是要就拿去。但是可惜了，你自始至终就是个见不光的三儿，真可怜。就该让袁坦玩死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干的。
现在才知道，会太晚。沈丽，你别杀我！妍妍，妍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什么脾气？我有。没事，我只是过来看看沈小姐，没想到都怪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惹沈小姐生气的。阿曼，赶紧送她去医院。赶紧跟我去输血室，今天就算把你抽干，我要救爷爷。为什么放手？你放手！现在张岩死了，我也不会抽的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爷爷多少次为了你铤而走险，今天就算你死，也值了。我胡延哲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信我？信你？你还有脸让我信你？妍妍什么品行？你什么品行？你曾经做过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是，他江岩就是心地善良，我就是心狠手辣。只可惜啊，我这个心狠手辣的恶人，都把他杀了。为所有很执着的伤，我死了，你让这位跟我一起跟走。是否就这样？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。今天会亲手一针一针把你抽。你放开我，我不抽！你放开我！别乱动！我们欠你什么？更没有理由救江岩。放开！赶紧抽！一天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每个转身恍如初见。离去的少年，风尘仆仆，见字如面。春风秋日落笔成年，情怀一朵善念烂漫。别写，够了。沈丽，你还没死呢，你还敢来？作为胜利者，我有什么不敢？哎呀，看看你这狼狈的样子，真是可怜啊！燕庄怎么一点都不心疼人啊？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你都下地狱。那可能不会有那一天了，毕竟呢，你一定会走在我前面的。这个，你不觉得他很熟悉吗？这可是从你身体里抽出来的血，所以你根本就没骗，骗了霍延州。错，我不是骗了霍延州，我是骗了你所有人。两年前那场囚禁，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见面，我只是为了让延州彻底讨厌你，编造出来的借口而已。所以，你说你需要脐带血，也是假的。对呀、啊。当时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着呢。重了，是个男孩。唉，可惜你妈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所以呀、啊。我就让医生不能解释，我活掐死了。我当时可能太疼了吧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得浑身都紫了。啊，真的好可怜。
有一种悲伤。一天不跟燕州离婚，我就折磨你一天；你一辈子不跟他离，我就折磨你一辈子。这么大你的狗，我看看是怎么把你这肮脏的血放进了下水道，跟那些排泄物混在一块儿。我让燕州抽干你的血，走。我的心破碎凤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让你开心吗？能不能放开我？燕州，燕州，快救我！沈凌，你个疯子，放开叶叶！打电话给顾慈。打电话！离婚！别以为离了婚，你就可以被之前做过的事情忘记。我做的事，霍彦昭，你可真是耳聋眼瞎呀！我祝你不孕不育，将来子孙满堂。沈凌，告诉你，霍彦昭，以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是再敢纠缠我，一定不会放过你跟江言。小林，你们走。小林，我没事。哥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跟霍元征纠缠。但是至于江野，他害死我两个孩子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那个江野我查过了，他背景很干净，完全查不出来什么。那就从过往的经历开始查起。好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顾氏已经找到了新的投资人，霍氏再也不做文具，到时候你就作为顾氏的继承人去见一见。拍卖会上，哥带你买买买。好啊。这件拍品是19世纪流传下来的维特尔斯巴赫篮子，由法国顶级设计师亲力打造。底价2000万，每次加价1000万，好，价高者得。开始。燕州，这条项链好漂亮啊！3000万。霍先生3000万。4000万。顾先生4000万。5000万。霍先生5000万。6000万。顾先生出价6000万。1亿。霍先生出价1亿。1亿7000万。顾先生1亿7000万。1亿7000万一次。1亿7000万两次。1亿7000万三次。成交！哇！真羡慕沈小姐，前有顾老将偌大的顾氏给了她，后又有顾少为她一掷千金，真是好命啊！你就那么喜欢用肉体换取利益？霍彦州，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。霍彦州，我们顾慈怎么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别忘了。我们自己。沈小姐，
虽然你和燕州已经离了婚，但是曾经也恩爱过，你也要给燕州留点面子。盛小姐，我知道你为燕州的事情很讨厌我，但是你凭什么打我？燕州，怎么，打小三有错吗？不就捡了一个我不要的二手货吗？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盛姐，放尊重点，别说话像个泼妇一样。江小姐确实，不过没什么道德吧，毕竟是小三手。那你们？我眼中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，有善有善。顾上，请问拍下天下珠宝是不是沈小姐？是你喜欢她吗？有小道消息称，沈小姐与霍家、顾家还有霍氏集团关系密切，请问哪位才是你的金主？你不会说话就别说。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疑问，那我就借此机会公开澄清一下。第一，我跟霍氏集团总裁霍彦州曾经的确是夫妻关系，但是昨天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再没有关系。第二，至于我跟顾家，沈小姐迅速攀上顾家，是想再次嫁入豪门吗？你放屁！小黎是我妹妹，她是我大伯的亲女儿，她本身就是豪门。怎么可能？那他怎么不姓顾？随母姓。有问题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知道了。小丽，还有点事要处理。沈丽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身份？霍远征，你但凡对我有一点点上心，都不会觉得我是个会出卖身体的女人。沈小姐还真是厉害，居然是顾氏的继承人。那沈小姐应该知道，霍顾两家联姻会促成很多项目。那你之前为什么瞒着身份接近燕州？霍燕州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招惹我。沈小姐现在成了顾氏的继承人，往后的生活就会更加顺遂。燕州，我们的婚事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？燕，我说过了，一直都把你当亲人。燕州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燕燕，你现在身体不太好，国内的环境不如国外，不如我带你国外治疗好了，你就定居在那边。不。我不去，燕州。当年我救你的时候，你曾经答应过我会照顾我一辈子的，你不能不遵守约定啊！我已经等了你十年了。燕燕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以哥哥的身份照顾你一辈子。我不要，燕州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不要我，燕州。爷爷，爷爷，霍先生，手术很成功，只是目前江小姐身体太虚弱了，不能再受刺激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，燕州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没什么，小问题。燕州，知道我身体不好。我也没奢望你能娶我，但是我不想出国，我只想在生命剩下的这段时间能够一直陪着你。好，那我们先订婚试试。那我们先去约会了。燕州，你看那是不是沈小姐？她对面坐的好像不是顾慈来。沈小姐，好久不见啊。沈小姐，虽然你和燕州已经离了婚，但好歹夫妻一场，见个面打声招呼而已，弄不着那么重的。见个面打声招呼而已，用不着闹得这么难看吧。霍燕州，
管好你的人。林燕，沈小姐，不介绍一下吗？不重要的人而已。沈黎，这位先生，沈黎是我的同事。陆泽成，沈小姐的相亲对象。这位先生身体看起来不太好的样子，平时多锻炼。霍延州，招呼已经打完了，可以走。沈小姐，虽然你和燕州曾经经历了很多，但现在已经结束了。我和燕州准备订婚了，希望你能来祝福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办葬礼？到那个时候我再参加，不迟啊。沈小姐，我以为你和燕州离婚之后已经放下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看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，是吗？我其实就要死了，你的愿望马上就要达成。是我被他误会。慧珍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休想对我指手画脚。沈小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打扰你的新婚约会。想说上我就低调点。别再得寸进尺。你要是再对我，我不敢保证还会为你动手。陆先生，啊，那先回家了。啊，那我送你。燕州，你躲我。爷爷，我说我一直都把你当情人。你想霍燕州，你是不是爱上沈凌了？我没有，十年前你救了我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但是爱情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。我会给你一个亿，以及活世界的股份，下半辈子你是我的。不，燕州，如果你不娶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决定。燕州，霍燕州，既然你这么爱沈，那我就弄死他，让你回到我的身边。今天邀请各位来，是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。我旁边的这位江燕小姐，我的干妹妹，从今天开始成为霍氏集团的一份子，他将享受霍氏家人的一切特权。在此，我将赠送给他1亿的支票，以及霍氏集团5%的股份。爹，霍总好宠呀，让一个干妹妹还要亲自举办见面会，宣告她的身份吗？赠送1亿支票和霍氏集团5%的股份给这个江岩，我没听错吧？以霍氏集团的估值，5%的股份简直是天价。这阔气程度不是对待妹妹的态度吧？该不会表面干妹妹，实际亲妹妹？燕州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林燕，先坐吧。两位，这么精彩的场面，怎么不等等我呢？沈小姐，不请自来，未免也太不把我和燕州放在眼里了吧？江小姐，今天我是特地来参加您和霍总的订婚宴的，可是没想到啊，竟然成了认亲大会。看来江小姐的手段也不过如此。沈小姐，我知道您为离婚的事很恨燕州，但是我和燕州清清白白的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哦。江岩，
你不承认也没关系。虽然你们今天不举办订婚宴，但是我还是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你带警察来干什么？你好，江英小姐，我们是海城市公安局，现就你涉嫌故意杀人罪进行强制传唤，这是我们的传唤令，请你立即跟我们走一走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想这其中会不会有误会？肯定是有误会，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？是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你也不用故意找人陷害我。我没那么无辜。既然你不肯承认，那我就再给你看一些好东西。既然你不肯承认，那我就再给你看一些好东西。好了，我们是故意绑架你的，别把我们送给警察局。这不怪我们，就是江岩，就是你丈夫的情人出钱让我来绑架你的。对，我们只是拿钱办事儿。停了。江岩是小三上位，我竟然要杀了原配，我的天哪，这女人太歹毒了。真的，你去跟燕州说，就说我现在病危，如果找不到适配的替代血，就熬不过今日。燕州。江岩还不认罪。燕州，你相信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做，真的。江岩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一个傻子一样？不，我没有。燕州，我是爱你的，真的。爱，你俩还真的太刚好了。江小姐，请你立刻给我们回一趟警察局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不走，燕州，是你在污蔑我，我不走。从此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，都结束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难过只写在我手机，真的还需要你忘记，都快走吧，我晚点就回家。宝宝，妈妈终于为你报仇了。霍彦州，自此以后死生不见。大哥，求你快救救妍妍姐，她在警察局里都瘦了好多。那是她咎由自取。妍妍姐是做了一些错事，但如果不是沈黎挑衅刺激她，妍妍姐这么善良，怎么可能会伤害她？霍安安，你没资格说沈黎。真的就没想过要害你，而你呢，竟然联手江岩，连你都害死你。沈黎不是没出事吗？大哥，你必须去和沈黎谈判。十年前，你被绑架后，林燕姐不仅救了你，还害得自己的父母被那些绑架犯杀死，从此成了孤儿，这是你欠妍妍姐的。十年了，我该还她的人情已经还完了，而她呢，害死了我两个孩子。如果不救妍妍姐，妍妍姐说了，她会将十年前有关你的那些视频交给媒体，到时候或是将彻底成为海城集团笑话。你居然帮着一个外人来威胁你亲哥哥。妍妍姐知道你不会帮她，知道出此下策。大哥，你别怪妍妍姐。好啊，很好。我和安安，你给我滚出霍家！妍妍姐没错，大哥，你别被沈黎那个贱人骗了。沈黎，我们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
能不能给家里面说说？霍远征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让我放过一个无数次要杀了我的人。只要你可以撤资，我答应你，我全力帮你开拓海外市场，并且我会给你霍氏三分之一的股份，这笔买卖你百赚不赔的。霍远征，你真是太可笑了。这个女人害死了你两个孩子，你竟然为了她来请我。对不起。你真恶心。沈凌，你刚刚到顾家，你需要这些下门来站稳脚跟。霍远征，你真是好男人。好，就算我答应把他放走，他以后要是继续报复我怎么办？你答应我一定会抗。你非要救江岩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你去死。沈黎，你既然那么想救江岩，那把你的命赔给我的两个孩子，怎么样？你不要闹了，行不行？我闹。每次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你都觉得是我在闹，但事实你也看到了，是你这个蠢货一直在被江岩利用。对不起。霍远征，我真搞不懂你。你爱江岩都爱到这个地步了，他害死你两个孩子，你居然连一点点想要报仇的想法都没有，还为了他来求我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爱过像你这样恶心又恶毒的男人。沈黎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不想听。你现在给我滚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。沈黎，不，请不要打扰我和我女朋友约会。你的女朋友？嗯，你们已经在一起了是吧？不然呢？我又不是霍总，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所以霍先生，麻烦不要打扰我的约会。你的眼睛很好看。是吗？你很像我一个朋友，他是个医生。可惜我只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，不知道可以追求沈小姐。当然了。啊，对了，五天以后有一场慈善晚宴，不知道陆先生有没有兴趣做我的谈判。说，是不是早在离婚之前，你就已经和陆泽成搞在一起了？你真下流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不要岔开话题，说吧，除了陆泽成，到底还有多少男人？一个工程队。你，所以你们已经睡过了吧？不然他怎么会坐资过十万对付霍氏？啊！你这个畜生！难道不是吗？最近你利用他的资金和人脉，夺走了霍氏整整三个项目，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啊？我告诉你，谁都可以羞辱我，唯独你不行。昨年为了嫁给你，放弃了顾家大小姐的身份。那天，你为了江岩要抽干我的血，为了江岩要活活抛出我们的孩子。但凡有一点点良心，就不该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不出现在你面前，就放任你跟那些野男人去私会呀、啊！对，那你这个为了小三儿杀死自己亲生孩子的凶手又算什么？不要把话题扯远了，
孩子的死，只不过是意外。这不是意外，是你跟江岩的蓄意谋杀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呀、我就让医生把他给掐死了。他当时可能太疼了吧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得浑身都紫了。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，我的心破碎风火，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。霍远征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知道你让我撤诉的时候，我有多想杀了你吗？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丈夫和父亲。我还是你妻子的时候，被江岩折磨陷害，你毫无理由地站在他那边，和他一起羞辱我，甚至不惜要我的命。我特别想问你，孩子被活活抛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孩子死了，你心爱的女人有救了。可是霍元舟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孩子，他有多想活下来，他多希望自己的爸爸能保护他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韩小姐，他骗我，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不重要了，姥姥已经死了，现在就算你知道了也改变不了人。但是我要让你记住，是你亲手杀死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不是我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。我要让你一辈子。大哥，你找沈黎谈了吗？同意撤诉了吗？沈黎都抢了霍氏集团这么多项目还不肯消气，他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大哥，你再跟沈黎谈谈呀，实在不行咱们霍氏直接联合海城所有集团公司把顾氏吞并了吧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江岩出来？还不是为了大哥你的那些视频。好，告诉江岩，我不仅不会放他出来，我还会找全世界最好的律师，老李一辈子都出不来。大哥你不行，视频被媒体传出来，霍氏的形象就彻底完了，大哥你也会被赶出霍氏的。你随便他呀，随便他出来，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，我要他死。可不必当真，那些错过的擦身，旁人都会问，会问。梧桐树，迎着风雨。哎，轻点儿，哎，到了。啊，就在这，就在这。然后，只要一次的，这个根本就不够哎。宋远，这样，你赶紧再出去买一些，男孩女孩的都要，一定要质量全都要最好的，知道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就算爱意再深，回忆也会沉沦，忘不掉那个人，怪我没有太过掩饰的真。曾经深爱的人怎么就没有缘分？
救我！你接近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了给你的江岩报仇？你清楚我的身份，就不怕顾家知道？江岩，一个棋子而已。今晚我要好好让魂珠看看你在我身下的样子。你放开！你放开我！哎呀，真是美啊！不愧是霍衍州的女人。你放开我！没事吧？居然敢碰她！霍衍州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抢你的女人，我还要抢走你的一切。找死！你是霍衍州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霍家人，你又算什么东西啊？师弟，没事吧？走，钱啊！喂，给江爷办理取保候审。马上让他出来！你已经问了七次了，班长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以后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晚上就没吃什么东西，我去给你买点。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我说了不用你弥补，沈丽。江言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自然是燕州放我出来的了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那么做。没办法，谁让我怀了他的孩子呢？他自然要放我出来。为所有恨执着的伤，我已不言着。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？沈丽，你知道你现在样子有多狼狈吗？燕州那么爱你，我勾勾手指，他就恨不得把我捧起来。怀孕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现在过来干什么？耀武扬威。你既然已经和燕州离了婚，就应该和他保持距离，别再来勾引有妇之夫。这句话不是应该送给你吗？我和燕州是真爱，在感情当中不被爱的才是小三，不像你只会到底。我劝你啊，最好收起你那些小心，要不然的话我已经让你给他受一些抽血的痛苦。司机不问归期，司机回来，我给你买个咖啡，先走个小零食呢。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先吃点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，来。你能不能离我远点？你碰过的东西我嫌脏。你要是真的觉得愧疚的话，就麻烦你管住我的生活。不可能，我真的来了，不是？怀州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爱的不是江岩吗？你现在在我面前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你先好好休息。你明白的。我倒让会沉醉个痛快，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，只求心花终于盛开，就没有别的期待。梦完醒来，再去熟悉。燕州，我好想你。江夜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我怀孕了，是你的，律师就给我办了取保候审。我们有没有过什么
就是你的。你忘记你之前喝醉了，然后去我房间强迫我吗？记得。那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您点常识好不好？醉酒喝的男人是没有性能力的。燕州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就是孩子的爸爸。江言，最好不要再来纠缠，否则我们俩生不如死。喂，打钱。上次那个镯子不是刚卖了3000万吗？这次才这么久，你用完了？就这么点钱，随便一赌的事儿。我没钱，半路杀出了一个贱人，挡了我进霍家的路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就给你弄死他。我不是让你直接弄死他吗？他怎么现在还活着？你居然敢管老子做事，是不是欠打？你是不是不想要钱了？哎呀，闺女，哎呀，都是爸爸的错，你就原谅爸爸。不过，闺女，你真的不认识这女的了吗？什么意思？10年前，我不是绑架了两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吗？她就是那个女娃，海城老牌家族顾家家主的独女。这怎么可能？江言，你是他的女儿。爸，在拿到赎金之前，人只要不死，是不是就不耽误交易呀？对呀，只要不玩死就行。你要干什么？什么？是你被绑架了？对方提议赎金？是的，顾家正在讨赎金。现在，立刻马上给我查看具体位置。燕州，燕州，你居然找到了这里！操，这小子怎么进来了？问你自己，连个人都不会看。他就是那个霍燕州。是，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和他的缘分尽了。爸，等咱们拿到赎金之后，直接把这对亡命鸳鸯给杀了，毁尸灭迹。江言，你和这个绑架犯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江言。是这个绑架犯的女儿。很意外啊，是因为我是绑架犯的女儿，不可能在10年前救你出火坑，是吗？当年被救的那个女孩，明明是和我一起被绑架过来的。你猜的没错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救你根本不是我的，你真正的救命恩人就在你旁边呢。你不记得了吗？不重要了，江言，放了霍燕州吧。他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就真的有命拿钱也没命花了。不行，你们两个我一个都不会放。你们还不赶紧把他抓起来？抓到可以，暴露在江公身。咱们不是喝不成吗？没错。我说了，你快走！娘，快走！
思量力。咱们俩慢慢玩，你看，顾彦州为了你还在硬扛。我就是觉得你十年有我的事，还不是怪你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彦州早就结婚，早就成为豪门太太。是你顶替了我，快把这个贱女人抓起来！你们来，哎，别过来，不然我就勒死她。是你，你敢？放了霍彦州！放开我女儿！放了霍彦州！我杀了你！沈丽。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女儿，以后你要快乐，没事了吧？没事。我一定让你死。你别再笑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不还给你。放开他！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们俩，跟别人没法懂得。你说你累了，能不能放下？我大哥呢？沈怡子死的不是你，我大哥要死的是你，也不是因为之后。你说话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世界没那么不过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。如果你可以和环州呢？环州怎么样了？听说他还没出手术室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。环州，小林，小林，你冷静，好不好？给我站住！今天哪都不想去。我已经听说你最近发生的事，霍彦州这种人死了也都活该。可是他这次是为了救我才这样。那是他欠你。反正我不允许你再跟霍彦州有任何瓜葛，你就好好跟我在这养病，我们出嫁吧。出嫁？大伯。想让你嫁给陆泽成。什么？从今以后你不准跟霍彦州再有任何瓜葛，你就好好在那准备嫁人吧。我不要嫁给陆泽成，他就是个人渣。你这回就要听我的，我看人是不会有错的。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嫁的。小林，小林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哥，你放开，你听我的好不好？老爷，刚刚医院打电话来说是小姐签的手术同意书，目前患者霍彦州的情况十分危急，还需要签一份风险告知协议。风险？什么风险？手术的成功率只有30%，是放弃手术还是继续，全靠家属的意愿。不放弃，我现在就去签。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哥，你让我出去，把你就让我出去吧。老师，我守护他，不与他不防了，爸。好。我已分不清爱与恨，是否就这样，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。我的心。哥，霍彦州怎么样了？刚结束手术，现在已经转移出病房了。哥，我求你，你让我去看看他，就看他一眼。大伯，他现在不想你跟霍彦州有任何的联系。这次不是霍彦州的话，我已经死了。那你尽快看完就立刻回来。好，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你看完之后我就接你。你别动，让哥回离开的。你没事就好。霍彦州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你，但是沈凌
我真的很爱你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你觉得我还敢相信？小程，你这个混蛋！上次他没给你算账，你还敢出现？我早就是让你重新爱上我。陆子辰，你给他注射的什么？啊？哦，我给他注射又不是毒药，你放心，这个呢只是让人打了之后乖乖听话的药水而已，他马上就会像小孩乖乖听话了。陆子辰，你这个混蛋！陆子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幻州这么对你，难道你就不想让他变成一个残废的人吗？怎么样，陆子辰，你别帮他。我求你！哼！哎，你看霍远舟这个样子，现在像不像一条残废的狗啊？霍远舟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堂堂霍家大少爷，哦，也有今天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要带着你的女人走喽，拜拜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回来！爸，他真的是我男朋友吗？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？对呀，你爱泽辰爱得死去活来，一直闹着要和他结婚，爸爸一直不同意，你就离家出走，出了点小车祸，撞到了脑子。泽辰，你说是不是？是的。你。真的是我男朋友，为什么我觉得我有点怕他？我们彼此相爱，宝贝女儿，你放心吧。既然爸爸答应你的请求，就给你们两个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。爷爷会不会很可怕呀？我有点紧张。不会的，爷爷人还好。这次来呢，爷爷就是想让我们俩。抱一个孙子。沈林，哎呦，大哥，怎么去一趟医院，眼神都不好使？你干什么？你居然做了什么？我的女人，你管得着吗？大哥该不会不知道我和他已经订婚了吧？你答应。你放开！你忘了他之前怎么对你了吗？他怎么对我，那也是不是泽成之间的事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干什么？你打死我吧！让沈凌在家揍你！你让沈凌打死沈凌哥哥！成何体统？彦州，起来。没事吧？跟泽辰道歉。道歉？你问问他，敢接受我道歉吗？霍彦州到底是老爷子最疼爱的孙子。继续折腾下去，吃亏的是我。小林，没事的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句话。我和大哥只是起点口角。可是下手这么重。小林，
陆泽成，你最好不要光闪离一根头发，否则我会放过你。董事一下，夫人陪饭了。陆总，你的女婿。泽成，哎。 小黎父亲等会儿会直接到我们霍家里，你要好好招待一下啊！放心吧，爷爷。哎，小黎，我受不了，我是个樱桃。小黎，别。 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虽然没那么多眼光。我走后，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。干什么？弄疼我了！我不许走！我在医院足足待了一个月。 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来看过我？我为什么要去看你啊？我们很熟吗？我记得我了。我记得呀，你不就是泽城的大哥，那个什么霍氏集团的总裁吗？怎么了？是你，你们聊聊。真的有什么好聊的？不是你能不能别缠着我？你是不是真的一不记得我了？我呢，的确是丢失了那么一。 点点记忆，但是我的身体反应告诉我，我特别讨厌他，所以你能不能离我远点？你讨厌？哟，堂堂霍氏总裁，竟然对弟媳有本本之想，我也要。你想让别人笑话吗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单单忘了我去记得他？因为我爱他呀。但是你呢？ 我是真的不记得。大哥，别人大我师保父亲是人，人家怎么会忘掉那些痛苦的记忆？你应该问问大哥你自己，你是做了什么让沈一成厌恶你？你竟然那么恨我！真的听不懂霍总在说什么。我不信，你之前明明那么爱我呢。还爱你？我爱的一直是泽城啊，我爸也是这么说的。霍总。 你以后能不能保持距离？毕竟我想霍家有不想抬头丑闻吧。泽成，小姨啊，我和霍老已经商量好你们的婚期，就在2个月以后。趁这段时间，你们好好准备一下。这没亲事。我不懂。 你哪来的资格和我解释？霍老，看来你霍家的家规你不过如此。林州，我说话呢，有没有规矩？爷爷，大哥他只是生了点病，脾气不太好而已。霍宝，你可能不太清楚，我不允许沈林嫁给他。看来今天有某些人在，这婚事谈不下去。我和小林，你先走吧。 站住！你走，沈离留下。我们到底走？你们干嘛？哎，站住！爸！你们干嘛？哎，站住！爸！妈，我让你们还掉！霍延柱，三道审判！霍延柱，你干什么？ 法律贴着你们，等我蹲下！霍英柔，沈小姐爱的是我，强有八部。啊！思成，我的女人，谁是你的女人？你不过失忆吧，她就是一个强奸犯。就算她是你说的那样，我也爱她。沈英柔，你这个疯子，爱她是。 那我今天就让他变成一个残废。你就是个私生子。
你不能动他！！你这辈子都只能待在我身边。霍远征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这么纠缠我？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你碰过的东西我嫌脏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夫妻关系。我之前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，但是我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我们重新在一起，不可能，魏哲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以为你是谁？论人品性格，泽成远在你之上，他对我温柔细心，而你心狠手辣，况且。你现在还是个残废，你凭什么说这个话？我残废，知道我这条腿怎么废的了？我没兴趣知道，我只看结果。残废就是残废，这辈子就该赔死了。好，很好。你舔过比残废上的感觉吗？你这里有没有给他过？你不能给。碰过，都碰过，所以你现在碰我只会让我觉得恶心至极。我要陆泽成，我只要陆泽成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就忘了我？霍总，沈小姐翻窗户去找陆泽成了，派人跟着他。是。我要霍氏集团的掌控权。上次没被打死，现在觉得自己有心了。我拿沈黎给你换，你把沈黎当什么了？当然是你的把柄。滚！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废话。现在沈黎失忆了，你说最信任的人是我。如果。我把他带到一些不该去的地方，让他受到女性不该受到的折磨。哎，你说怎么样？你找死！你不给，我就敢做。爷爷叫我回来，就是为了继承霍家的继承权。霍氏集团不需要有一个腿有残疾的继承人。霍氏集团当然可以给你，不过。我要沈黎心甘情愿的爱。霍氏集团可以给你，不过沈黎要心甘情愿回到我身边。好、啊，很快，沈黎就会彻底的爱上你。小黎，嗯，我有样东西落在了华西会所，房间是1608，你可以帮我去拿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。嗯。两肩拴花，风雨雷电，人叱咤，送走晚霞。你好，我是来帮人拿东西。哎，姑娘，来都来了，就来坐会啊。不记得我了？我没印象。这沈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啊，前几天哥几个就摸了一下。霍远征把我们赶出海城，这你都忘了？霍远征，
你这在说什么呀？霍氏集团易主了，霍彦中现在什么都不是。贱人！贱人！你放开我！我给你钱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我给你钱。既然在我要人给我，那我今天就要还你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，不如先把这女的绑起来，我们慢慢还。来，我马上就来救你。这孩子没敢动你一根毫毛。沈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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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三儿。把他那二三两肉给我切了。小丽，小丽，你怎么样了？都怪我让你去拿东西。那些人呢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找人收拾他们了。我昏迷之前好像看到了霍彦州。你傻了呀，明明是我抱你来的。霍彦州就他那个腿，他能抱得了你吗？是啊，他一个残废怎么可能抱得动我。小丽，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。什么？爷爷已经将霍氏集团交给了我，霍彦州现在成了无业游民，他恨我在先，觉得我抢了他的位置，他知道我让你去那个房间拿东西，所以他就找人去侮辱你，想让我难堪。霍彦州可真是混蛋。小丽，你没事就好，晚些了。多亏泽成你及时赶到。霍总，这陆泽成分明是在胡说八道，沈小姐完全被他蒙骗了，我们进去拆穿他。为什么呀，霍总？陆泽成是在污蔑您啊。就算说了又能怎样？小丽她不会再相信我了。霍彦州和霍彦州不过不是一个出身，深爱小丽太深，她又怎么会忘记我？她一个残废，怎么可能忘记？小丽，我抱得动了，只是走路走得有点慢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没事儿，一根果汁而已。嗯，等我一下，去给你拿东西。今天晚上我还可以穿这个。没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今天晚上在这儿睡吧。我爸给我设了门禁，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你是害怕我像上次那样对你？德成，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都想起来了吗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
眼神骗不了人的，尤其是厌恶着一个人的时候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样？像上次那样强迫我，还是利用我来羞辱霍彦正？那多没意思啊，叶子，你玩点有趣的。哎，你说你皮肤这么好，要是在你脸上开出一朵朵的雪花，你这是犯法。犯法？要是你是自愿的话，那不就不算了吗？畜生！我呢，只是想把你做成一个艺术品，然后给霍彦州看。你跟霍彦州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做的所有的事几乎都是冲着他，我是，江岩也是，你甚至夺走了霍氏集团继承权。霍远洲这么对你，还帮他说话，难道你都忘了他对你做的那些事儿了吗？就事论事，霍远洲的一切都是名正言顺的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你凭什么跟他抢？你说，你继续说。当我把羞辱你的视频发给霍远洲的时候，韩海知道他有一条多么忠诚的狗。沈丽，你不想你父亲有事儿的话，最好闭紧你的嘴巴。把我爸怎么了？别紧张，让他不小心吃点东西而已。你就是个神经病。五天后婚礼见。你真的要嫁给陆子成？不嫁给他，难道嫁给你这个残废吗？可以治的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国外最好的医生，等会就出发。你要不跟我一起吧？不用了，正好也是个瘸子。你非要这样说？一会儿记得参加婚礼，你不来我怎么宣扬我的幸福呀？好，你要的陆泽成先生，你是否愿意与沈林女士缔结婚约？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或者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她，照顾她，尊重她，接纳她。打断一下，今天在婚礼开始之前呢，我有一个礼物送给我的好大哥霍颖洲，这份礼物呢会让你终身难忘。当然了，大家呢也可以大饱眼福。泽成，婚礼容不得你胡闹。这他是个变态的，居然这么对女人。对我新娘那么惨？太惨太惨了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太变态了吧。没想到陆泽成是这种人，居然敢这么对我的宝贝女儿！孽种，还不赶紧关掉！这份礼物，不知道大哥。陆泽辰，疯子！你犯了什么？是我犯的。就为了霍远洲这么个女人，尊严和脸面都不要了吗？我就不能理解，霍彦州这么对你，难道就不恨他吗？不是，是奇怪，就是说他被人蹂躏发疯的样子，又看到这样的霍彦州，难道都不觉得那么恶心吗？当年我和他被绑架，如果不是他保护我，作为视频的主播，应该是我为什么要觉得视频是江岩的？对啊，这不是霍彦州的把柄吗？江岩现在人在哪儿？江岩啊，江岩，干什么？啊，你干什么？啊，警察局，沈林，我们都是被抛弃的人，我们才是同类人，沈林。霍彦州他凭什么？霍彦州他凭什么？总是执着等待爱情的到来，
别劝我放手，丘比特来也没有用，这茫茫人海遇到对的人该多么浪漫。原来也是霍先生，你要不要考虑向我求个婚？我好想牵你的手，无忧无虑的走。我当然愿意，可是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吗？对了，我还没有戒指，我现在立马去买。偏爱，慢慢的感受，慢慢的。你说这个吗？微凉的晚风掠过你的温柔，爱情里的人被冲昏了头。你有点害羞，我也不敢太主动。没有如果，爱情就是地球生爱的原动力。慢慢的，慢慢靠近，眼神不再逃避，扰乱了我的呼吸频率，可能是场爱情游戏。好。在雨夜迷爱，后吻你额头。月光洒下来，你是我的一片爱。慢慢的感受，慢慢的爱，微微凉的晚风掠过你的温柔。爱情里的人被冲昏了头。Text me cool, I'm truly in love with you. Got me feeling so blue, truly in love with you. Cause you're my sexy cool.